一月十七号上午 ，JJ 林俊杰在微博上转发了 TFBOYS 成员王源的原创曲《因为遇见你》的首播消息，并称赞地写道：“恭喜你，有了这勇敢踏出的第一次，相信之后的灵感会源源不绝，有机会一起玩音乐，加油！”据悉，奶源宝宝曾多次在采访中透露自己的偶像是林俊杰，并希望有一天能够成为林俊杰哥哥那样优秀的全能型音乐人。上次林俊杰哥哥点赞了奶源儿私下练习的他说的视频，这次更是直接转发夸赞。不知道收到自己偶像的赞扬和邀请，源哥是不是也会高兴的飞起来呢？爱豆被夸赞，小汤圆们也是立刻赶来捧场。天哪，源源这是被偶像翻牌的节奏，目测粉丝源要开心炸了。我没有看错吧，源源啊，你林叔叔终于看到你了。芒果拉新闻，奶源儿还不赶紧甩张自拍回复偶像报道。